苗栗县铜锣乡共有全台湾新疆的看油桐花生产土，做在对各个蔬菜看工下，看到贵阴公油桐花开花大呢。就乡公所的统计，也是油桐花开为六成的，安江的风景就像个洞洞人下来。看那些油桐花开花大呢，不是空气急，来到呀就看得到贵太偏的耶油桐花，就系呀按那位建设，铜锣乡天空普陀，系呀一部个看油桐花一点舒服样的景点。旅行社的小姐啊，想得很周到，佮带给俺分那个铁线，啊给阮嘛，啊给俺倒梗，做一个那个花圈。我今天第一次来，感觉怎么样？还不错啊，因为油桐花开得蛮漂亮的。开的蛮多的，而且都在底下哈，我们这样是啊，所以这样看下去，整个风景一览无遗啊。铜锣乡公所讲，今年乡都的油桐花高速开发，差不多新年新年的溜溜秀秀开发大呢，也开发的有六三个家。乡公所不定二十九几年盼桐花枝天行发通。那么桐花呢，也差不多开到有60%了哈。那继续陆陆续续呢，也在盛开着。可以快到，差不多五月底哈。唔单止有天行拜托，香港所每家呢客家老公年年嘅豆腐，客家所客家面食同即个同属作为拜托。我向前唔单止来看油桐花，也是在体验菜体嘅客家种文化。客家小妹杨英诺，美丽波涛。